那蛮顺的、啊，而且不难吃、啊，不会很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等一下，我要最后一个走。哎呦！你先吃，我看你换。敲，但是不知道敲哪里。交换师。我敲看看就知道了。交换师。长生处。哦，这边。哦，黄色那边啊，黄色那边是不是？召唤处啊，里面啊，那个枪，进去敲，就是那个里面敲，中间那个墙，有没有？这里。对，再按，他只要一直按，打三次，他才可以全部敲掉。打四次，必须你不清出来，我要顾里面的。我在敲墙呗。你在敲墙，要不然只剩的是谁？那你在那边干嘛？我要看、啊。你不就是你在那边看？紫色橘色地盘是这边吧？对。又才给我切，好像。水桶在我这里，刚刚拿过去。进不去，还进不去。桶子，我在这里空桶子，你要不要拿去丢垃圾？要。垃圾在哪里？我锤子。后面吗？拿那个锤子。这边是敲的，要敲的吗？绿色那边是那个地上清一下，因为他刚刚那个是敲完。锤子拿一下，进不去。好，我拿。我刚想要把你丢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敲完了吗？敲完了吗？敲完了。敲完了，敲中间而已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砖是哪里的？砖？什么？那个对，怎么又有砖了？那个先拿。可是我刚铺完砖呢。砖铺在外面，我这边铺完了。就觉得习惯，应该是没有调好，所以里面的地方，我看到，哎，又不让我进去，搞定。所以现在那个是黄色，然后要涂东西，这地板要涂东西，是要涂里面那间而已。欸、那个地板那个是要是个粉，那个粉啊，它是粉，欸，是粉吗？对，里面粉在里面啊，粉在这啊。哦，啊，桶子在哪儿？就是桶子刚有拿出来啊。看我刚才到底转，我不知道到哪个方向。我的瓷砖放不下。那个地板的那个放不下去，丢不进去。哦，我就是这个。遥山不济。等一下，先放下那个紫色桶，你先丢下。丢不到。那个粉，我拿去。粉，我倒进去。好，粉倒进去了。好。就有个墙在这边挡。我要先涂一半，那个。没关系。等一下就出去了。
中间有血啊，靠背啊。来。它有一个很厉害的贴法，就是涂满你贴一半，涂满贴一半就好了，贴一半，然后涂满。哦，没办法控制。不是，你涂就涂在那涂满，然后贴的贴一半就好，然后那个就不会，它就不会干掉了。对，它就不会干掉。对，你会发现吗？它不会干掉。干了，刚好干，哈哈哈哈哈，加秒，哈哈哈哈哈。